了，还好了，德国的还好。就历经非常千辛万苦才从德国回来，对，就不用隔离哦，就马上可以加入战局。那其实这现在呢，我们在画面中所看到的表演是这个莱毅高中的鼓摇队。那莱毅高中呢，其实它是一个全原住民的学校。那他们的拳击队，包含他们的举重队，都是在整个全台湾都非常有名的。哦，莱毅，公尺的距离，18秒，可以从空拍镜头可以看得到，你就在前面。嗯，然后这主机团这边也开始有一些动作，丧尸群来了哈。但是这个就4公里个人对决4公里团队，没错，最后进入最后4公里了。ITT 对决 TTT， 对，这个18秒，这个也是有点尴尬哦，后面不努力追就不行了。嗯，所以这就是刚刚讲的策略啦，是100特车队用这个方式呢，去造成这个主集团的一个压力啊。放心好了，现在吞没它肯定会造成另外一个领先，所以这个从这个画面可以很清楚看到，要吞到了，吞到的话就是在一波，不然就是整个大集团骑最后5公里啊，哦，那就是布阵啊，又是这个大集团来，大集团骑5公里是有点，我个人认为是还是有点小危险，因为各个队友要去找各个队友开始串起一条。对，就是列车、高铁队这。对，因为毕竟环台赛一队只有5位选手，你5位选手没办法控其他的就是100人啊。哎，你看看主集团又放他走了，哎，放他走了，没有吞，所以主集团适时的会按刹车。机关算尽。哎，这个哎，跑太快了，慢一点。其实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最后终点，然后一口气吞掉，然后后面杀手就出现了。因为不要在提早的时候引发一些战火啊，不必要的对阵。你看看得到主角呢就在后面，这种戏嘛也不是刻意演的。这个但是我们讲归讲哦，这个选手能力不到那边做这些动作是做不到的。嗯，好，我们刚才看通过4公里的标示，嗯，就真正进入4公里了。嗯，这像后面一群丧尸在追哈，这个是 Leon。背号65号，来自于美国100特车队的亚当。这几天出现的画面比较少一点。对。那可是他们的整个车队的状态是还蛮不错的。这个战力能力也是非常好的。嗯。大家现在在线上看，不要紧张，手冒人。他说：“赶快追下来，赶快追下来，你放心好了。”海照，海照。这个这个追下来是迟早的问题。哎，欸，他进入，他不是进入 ITT 的呢，他进入 Full Power 的呢。冲刺。对啊，他是觉得他可能一开始觉得大家拉近，他想放掉，但发觉大家又不再追了。嗯。好，哎，12秒吗？应该不止吧。然后差一个弯而已，啊。这一个亚当呢，他是加拿大籍的车手，也是属于 TT 型的车手。嗯。哦，他的总成绩排名也是落后22秒，目前排在33名。这个车队怎么都是 TT 车手啊？他今年就是三个冲刺两个 TT， 很妙，都是平路型的。因为可能也是因应今年环台赛整体比较多平路战的。那如果让3个 TT 的都跑出去，那还得了？那就变成 TTT 了，那就很可怕了。不用追了，大家就不用追了，就给他们跑掉了。哦，这个真的是主集团要杀了啊！有一部电影叫《等一个人》，这个在玩一个人。我真的不骗你，这个就是玩一个人。你们会讲说追下来，赶快加油，中华队加油！这神经病啊！剩下这还有几公里？两公里，这不会吞啊！放心啊，500公尺才会出现。而且今年的它不是像过去几年在那个大鹏湾跨海大桥下来加速的，还有弯角。今年的直道比较长，对，很长，所以主集团看得到你的。而且这个跟昨天第三站要吞了吗？不同的就是说，要放掉了。昨天的压力是前面的人多，对。现在这前面领先只有一位选手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像杨教练讲的，是玩一个人。真的，你看来那个主集团真的有点有要追到了又放掉，要追到了又放掉，因为现在追到肯定会放人出去。是，这个就是拿石头扎脚，所以这个时候差不多了，已经进入到最后1公里了。好，正式吞没，那就是摆阵啦。哦，哥在前面是100特车队 哦，还有能力坐列车。哇，这个列车出来了，最后2公里。好，现在列阵，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看到100特车队，等一下会看到另外一个车队。不会是3个 sprinter 全部合在一起吧？
他是真的是三重火箭，这时候哎，他队先走了，才讲完就是不要吞，就是这样一吞完就是有人要走，最后所以一公里率先发动攻击，哇，这个是真的攻击哦，对，这个就是要全力不能回头了，这个是全力，按他被吞掉就吞掉了哈，嗯，哦，这个是全力冲刺了，那现在取决于一百特这队要不要追了，黄山追不追，后面可能亚洲冠军追不追？还会有新的列车，右进这个是几号的选手？这个我们是在画面上看不太清楚。那看起来是亚洲选手，看起来是亚洲选手。现在这个叫玩另一个人。其实主机团就在后面了、啊。丧尸团在后面了、啊，这个时候要脱逃。他也要，他也想试了。对，因为这种时候就是孤注一掷。哦、嗯，背号七十五号的武山晃府。看起来一百特，一百特势必要拿呢。有三个人、哦，我现在到期待右边有没有列车出来？看到阿凯了。对，要期待的列车。绿山也出来了，绿山也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摆阵就是纯粹就是要抢单站的了哈。那阿凯要捍卫自己单站。七百公尺，七百来了。圣托斯现在啊，另外一个车队出来了，另外一个车队也出来了，列车阵也很快哦。纽西兰的有一点点早哎，然后没关系，现在几百。还有五百，有一滴滴早，然后看阿凯要跟对人啊，对，然后这个，整个布阵要出来了，破风手在最后这个关卡就是要带到最高速，然后让出位置让中冲刺，最后的直线到了三百公尺，要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来了，最后的150公尺，整个列车阵看到圣托斯出来，圣托斯，然后吹到绿山，一波绿山，绿山。最后的直线看谁先通过终点，哇呀！看起来橘兽是一百特的车手，他以后要赶一百分了。哇哦，一百特就是看最后会不会是 Eric Young， 这样的话逆转哦。没有，如果 Eric Young 的话是比较没有好一点的结果。对对对，对于这个黄山来说是好结果。如果是澳洲圣托斯的话，就是有可能会换。啊，我们现在要等，哇哦，等这个最后的终点成绩出来。刚刚看到阿凯的位置真的还不错，说，哎呀，他我之前我是有买啊，大家真的张力非常的强啊，连举双手的这个空。